歡迎大家回嚟第295集的《只要有電影》希望大家喜歡這個頻道啦，如果是就可以訂閱的，就按個鐘仔comment, like 和 share。另外就 follow 我本人和《只要有電影》在 Facebook 的專頁。咁今集呢就希望同大家講一啲，雖然都過咗一個禮拜啦，但係都係一個話題嚟嘅，就係啱啱喺即係星期日過咗嗰個星期日舉辦嘅台灣金馬獎嘅頒獎典禮，同埋佢嘅得獎名單。咁其實今年已經去到第60屆嘅金馬獎㗎啦。咁中間金馬獎嘅歷史我哋唔多講啦，但係好 briefly 咁講咧，就係、是、其實佢個即係發展到今日咧嗰個過程都算有啲曲折嘅，同埋就係話嗰個影響力啊，同埋個規模咧係一路一路擴大嘅。當然最初佢只不過係屬於一個幾基本嘅地區獎啦，即係同我哋嘅香港電影金像獎一樣，都係以本土嘅電影為主嘅，不過因為一直以嚟咧，就台灣同埋香港，即係喺地緣上啊，喺好多嘅關係上啊，甚至政治上啊，都係有好強烈嘅即係 connection 啦。咁所以亦都係開始嘅時候，金馬獎台灣嘅金馬獎，亦都係需要香港電影工業嘅支持嘅。因為嗰陣時台灣嘅發展，即係佢自己嘅電影工業仲好初期啦，咁所以雖然話係一個本土地區性嘅所謂嘅獎項啦，電影獎項啦，但係就一直都有包含住呢一個香港電影喺裏面嘅。咁最初咧就佢開始嘅時候咧就，所謂的香港電影其實都是國語片可以去參展的，就應該是沒有粵語片 是在裏面的。那時候的國語片呢，最初呢其實就是電貿公司和邵氏公司。後來電貿公司就因為 是一次的頒獎禮之後，他們整班的行政人員和主腦，包括他的老闆一個新加坡人陸雲圖呢，就是想去搭飛機去高雄，是去視察一笪地，他們想在台灣即是發展這個製片的工作，拍片的工作。那就誰知中間呢就飛機就被人劫機，就墮機失事。咁就即係所以令到國泰電貿公司咧就大受打擊啦，就後來翻咗嚟喺香港之後咧就淨係改名叫做國泰機構，國泰電影公司。咁就好快亦都即係退出咗香港影壇，所以就係差唔多係由呢一個邵氏咧嘅國語片咧就獨攬香港地區，即係嗰個嘅代表性。咁係後來即係香港電影工業開始慢慢起飛啦，甚至去到一個所謂嘅好多人都稱之為黃金時期啦。咁慢慢咧先至係有其他嘅，即係而國語片咧亦都開始即係基本上係式微啦，甚至即係冇再拍攝，全部咧都係粵語發音啦。咁所以咧先至係變到而家一個咁嘅局面。咁又後來咧，亦都係因為兩岸開始溝通啦，咁就慢慢咧就加入咗呢一個中國大陸嘅電影。咁係一路係去到第55屆嘅時候咧，就發生咗即係一宗嘅都可以話係一個政治事件啦。咁就係一個得咗獎嘅紀錄片，就得獎者咧係一個女導演嚟嘅，咁就喺台上咧就即係發表咗對中國大陸嚟講咧係即近一個台獨嘅宣言，咁就所以就引起中國大陸嘅杯葛。咁喺56屆開始咧，一路去到今年為止咧，基本上咧官方咧都拒絕去即係參加金馬獎，係用一個杯葛嘅姿態嘅。咁雖然今年咧，就都多咗少少，即係大陸電影係即係正式係以中國大陸嘅名義咧係去參展嘅，但其實所謂多咗咧，其實都係得兩部嘅啫。
咁亦都獲獎嘅。咁亦都即係過去嗰兩年咧，似乎香港咧就製片總會嗰度咧，亦都係表咗態，係唔希望即係香港嘅電影咧係去即係報名參加。咁所以就，但係即係呢個都阻止唔到嘅。即係呢幾年陸續都有即係香港電影去參加啦。就算舊年咁樣都有幾部戲去參加。咁今年又好似又即係吹咗少少風，又話好似放寬少少啦，就係咁樣樣。咁亦都有一個吹風咧，就係話出年咧應該係大陸電影咧就可以放寬啦，可以嚟參加啦。咁嗰個影響有幾大呢？俾大家聽一下一啲數字啦，就係喺呢一個第55屆嘅時候咧，即係劇情長片，即係報名參加呢個金馬獎競逐嘅劇情長片咧，總共咧係有228部咁多嘅，即係包括埋中港台同埋係中港台以外嘅華語電影。或者講即係準確一啲咧，其實就係話，即係金馬獎慢慢已經係變成咗，即係唔單止一個本土地區啦，係變成為一個華語片，全世界嘅華語片嘅一個獎項嚟嘅。咁中國大陸即係杯葛之後咧，第56屆咧即刻嘣一聲咧一跌咧，就由228部咧係跌到去91部。即係嗰個跌幅咧，係差唔多成60% 嘅，咁係都幾得人驚嘅。咁至於即係呢幾年咧，其實都係差唔多呢個咁嘅數目字嚟嘅，甚至更加少添嘅。咁今年咧，譬如以今年嚟講，其實嗰個總數量就好大嘅。因為其實即係金馬獎另外一樣嘢咧，就唔淨淨係呢一個劇情長片，佢包括埋動畫片啦，動畫片亦都有長片有短片，紀錄片亦都係有長片短片。咁全部報名參展嘅電影咧，那個數目係幾驚人嘅，就係525部啊，總共。但係525部裏邊咧，其實咧係有好多係短片嚟嘅，譬如動畫短片咧。是有58部啦，这个纪录的短片呢有76部啦，咁就劇情的短片呢就有280部咁多嘅，咁所以是差不多佔了即係過半嘅，咁剩低落嚟咧劇情長片呢其實少啊，即係得78部，即係換句話講係比56屆即係中國大陸正式杯葛嗰一年呢是仲少了，因為那一年是91部，啱正話講過。咁就動畫咧係有2部長片，紀錄嘅長片咧就有58部。咁即係可以即係睇得出，即係嗰個中國大陸嘅嗰個杯葛咧，依然係即係對金馬獎嚟講咧，即係作為一個所謂嘅盛事或者華語片嘅盛事嚟講咧，係有一個好即係你話係咪損失咧？即係。當然是見仁見智啦，但係的而且確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打擊嚟嘅。咁亦都其實咧，除了當然即係杯葛之後的頭2屆或者3屆咧，都看到金馬獎是很鋭意，同埋佢個立場都相當即係，亦都冇得退縮啦，係嘛？咁你唔參加，佢都唔能夠哀你都你話杯葛啦嘛，都冇得哀噶啦，係嘛？咁亦都唔會去哀啦。咁所以一直呢幾年以嚟咧，其實都係有好刻意地咧，係將金馬獎咧係變到其實幾華麗嘅，亦都越嚟越即係隆重嘅。包括咧係請好多嘅外來嘅影人，好知名嘅影人係做嘉賓啦。咁同埋佢另外一樣嘢咧，比較著數嘅就係因為同金馬獎同時舉行。嘅一啲項目咧，所謂嘅 sidebar events 咧，佢有一個係叫金馬學院，咁呢個都即係歷史都好耐噶啦。其實金馬學院咧就有少少係俾一啲所謂新進嘅 filmmakers 報名，係去參加一啲嘅短期嘅所謂嘅電影嘅培訓啦。咁就但係金馬學院同其他
電影節的這一類這樣的所謂的 workshop 的形式呢又有少少不同，但就是它那個 workshop 是越來越長的。通常呢那些影展都是 within 個影展期間那10日或者14日裡面舉行，但金馬學院呢是差不多 stretch 到成一個月或者以上的。咁報名咧，當然亦都係包含曬所有，即係中港台，甚至係即係總之係華語嘅電影人咧嘅新導演咧，即係未拍過長片嘅咧，你都可以去報名嘅。咁就當然佢哋又有輪選過程啦。然之後中間咧就一個幾大型、幾全面嘅所謂好多嘅 workshop 或者係 master class 啦。咁所以即係由呢、这、一個前期嘅創作去到呢一個技術人才嘅嘅所謂嘅培訓，去到後期製作，甚至係去到呢、这、一個宣傳發行，其實都包含在內嘅。咁亦都係要啲學員咧，係喺個結業之前咧，係組成幾個隊伍咧，係拍即係幾部短片，咁就擺翻落去即係金馬獎嘅金馬影展嗰個放映裏邊嘅。咁另外即係金馬獎又有少少即係同即係一啲嘅外國嘅大型電影節咧，係即係嗰個分別喺邊度咧？就係、是。佢個 system 其實即係都都幾 flexible 嘅，我覺得就係話咩咧？就係、是、譬如你即係我理解㗎，譬如一啲大型嘅影展，咁你係可以報名嘅，即係任何人都可以，即係你無論係即係總之正話講嘅所謂嗰幾種類型，如果個影展本身係包括呢啲項目咧，當然你可以去報名。咁但係一啲大型即係最 top 嘅嗰啲影展咧，佢就係喺嗰個競賽嘅部分，特別係 drama 特別係 drama 啦，即係嘅長片咧，佢可能分又再細分一啲項目，有啲係競選，有啲係非競選。即使非競選裏面咧，佢都可能會設置一啲嘅獎項嘅。咁譬如好似康城咁，佢有官方嘅競賽啦，咁呢個 suppose 咧係即係最 top 噶啦。然之後佢又有啲 sidebar 嘅section 咧，即係譬如好似係叫做特別關注啦，即係certain regard 啦，有啲影評人一周啦，然之後有啲導演雙周啦，即係又有呢個新導演獎競選啦，就係、是、唔分呢一個項目嘅咁樣樣，即係林林種種。咁你報名嘅時候咧，就成套戲報名就 OK 噶啦。佢點選？即係唔係由嗰個影片公司去報名嘅，即係話唔係你去報名嘅時候咧，我淨係競選女主角、男主角，或者係即係演員項目嘅啫，我就唔會競選電影嘅，又或者甚至咧我嘅音樂我覺得即係唔係好好聲，唔係咁咩啫，唔係咁標聲，又冇填最即係最佳音樂嗰部分。咁但係咧呢大型嘅影展佢你唔需要，你入咗圍咧佢就。就按照住個獎項咧，就每一部電影咧，佢都係按照住呢啲獎項咧，就去即係審核，即係有冇資格，即係參選呢一個項目，或者喺個評審嘅過程裏邊咧，會唔會討論啲呢咁嘅項目？咁金馬獎都係咁樣樣嘅，但係咧就即係喺個。首先我就不是很清楚，譬如好似大型的影展，好似康城啊、威尼斯啊、柏林呢啲，當然佢個數目咧，即係報名的數目咧，可能應該啦，係更比呢一個金馬獎大啦，因為佢係全世界。咁至於佢哋嗰個即係評核嘅過程，一路點去到，佢又冇話最佳提名幾多項幾多項嘅。佢譬如所謂嘅即係一個 official competition。其實就係差唔多係19部至21部之間，或者24、5部之間嘅啫，就唔係好多嘅。咁但係金馬獎咧就唔一樣啦。金馬獎咧就全部去報名咧，而且係需要你填每一個獎項，即係你電影公司係要自己填每一個獎項，係希望係邊個去角逐嘅。所以有陣時咧，佢係即係電影公司咧，亦即係嗰個所謂嘅。報名參賽嗰個 policy 咧，
即係電影公司係會即係自己去衡量或者係去設定嘅，所以就會出現咗啊，譬如呢個女演員，佢可能係一個其實係一個女配角嘅戲份，但係因為再冇其他男演員啊嘛，即係冇再冇其他嘅再冇其他嘅女演員喺度啦。即係佢係差唔多最戲份最重噶啦，雖然以個比例嚟講，佢都屬於一個女配角嘅啫，係男人嗰啲戲份重啲嘅。咁佢都可能將嗰個女演員咧，係即係報名嘅時候咧，係填咗落去最佳女主角嗰個項目底下競選嘅。咁即係類似一啲咁嘅情況啦。咁但係金馬獎咧，佢喺一路從初選到復選，到決選呢三個階段咧，特別係一個復選嗰度咧，佢係有一個權力咧。如果嗰啲復選嘅評審佢係覺得，喂唔係呢個女演員咧，佢嘅戲份或者一個比重咧喺個電影裏邊咧係女配角嚟嘅。就算你配即係報咗係女主角，但係佢都覺得啊，都值得提名，有呢個咁嘅即係優秀嘅表現，佢係可以將你報名嗰個項目咧，係由女主角改翻做女配角嘅。咁呢個情形咧，喺我參與嘅電影裏邊咧，其實都出現過嘅，就係幾年前嘅《翠絲》啦，就係我哋報咧係報呢一個魏英雄咧係最佳女主角，但係出嚟嘅提名咧就變咗最佳女配角，而呢一個情況咧唔係第一次出現嘅。咁好啦，咁你話即係佢點樣係由初選到所謂的復選到這個決選呢？其他的電影節呢就應該是沒有復選這個中間這個過程的，報了名之後一公佈呢的競選呢那二十幾部呢就已經是決選的了。那即為什麼會是有一個復選呢？其實原來呢就是將所有報名的片看過一次之後呢，然之後咧就係、是、再由呢一個所謂嘅復選團咧，係決定提名嘅資格。每一個獎項咧就係、是、由基本上係四至五項，即係最好咧係五個即係提名名單。咁有陣時咧唔夠咧，都睇到係即係可能係四部。當然如果報名的數量有限，譬如我剛才說過，譬如今年只有兩部這個動畫是報名的，結果其實它入圍的提名都是一部，所以就比較複雜的，而且牽涉那個人數，那個所謂的評選團，即是從初選決選到復選復選到決選，整個評審團是很大的。咁我講一講啦，譬如今年嚟講咧，就嗰、那個初選咧，正話講過咧，佢就即係按照類型嚟分嘅，包括劇情長片啦、劇情短片啦、動畫啦嘅長片啦、動畫嘅短片啦，就同埋係紀錄片、長片、短片。咁當然長片、短片、動畫同呢一個紀錄片咧，佢都立為即係動畫系列或者係紀錄片系列咁樣。咁嗰、那個初選團咧，其實係總共咧係劇情長片咧係五個人，動畫咧又係五個人，然之後紀錄片咧又係五個人，短片就因為數量太多啦，劇情短片，所以咧就係、是、有六個人咁多嘅。咁我出咗一個咁嘅決選名單之後咧，睇過曬啦，咁就然之後就揀咗詐片出嚟，就可以進入復選嘅。咁有幾多進入復選咧？我就揾唔到有資料記錄嘅。咁就係由復選嗰一班人咧，就係、是、去決定邊個提名嘅。咁、那、嗰個復選嘅過程咧，應該就係即係呢啲評審咧，都是要全部都是去台灣集合，是一起看片的。那這個中間呢有少少怎麼說呢，也都可能是沒有辦法而產生的一些少少的，我覺得是有些問題存在的。就是首先這個復選這一班評審看的呢，
未必是影片的最後那個製成品，即係所謂的 DCP 啦。因為有很多戲咧仲趕緊嘅，但係當然他哋報名的時候咧，佢哋都提交影片的檔案，咁應該是大致上即係唔會改動太大嘅，甚至可能我理解佢應該即係我覺得咧，理論上是不可以容許，即係佢哋交片同呢個最後參展個假設係入圍咗之後有提名，係唔應該有分別添啦。咁但係我嘅理解咧，因為嗰啲片仲喺個後期製作緊，雖然可能係 lock 咗 cut 或者係即係大部分都完成，但係我諗微調咧係應該有嘅。咁你話影響大唔大咧？呢、這個真係好 arbitrary 啦，即係可以爭議嘅。但係呢個都算啦，即係可能個情況都唔係好嚴重。但係起碼咧，佢哋嗰啲複選嘅評審，佢睇出嚟應該都係 project 落去大人幕上高睇嘅。咁但係嗰個 quality 或者係即係有冇經過 final mix 咧，有冇經過 final 嘅調色咧？嗱，呢個可能有影響嘅。咁你亦都可以 argue 咧，即係大致上嘅影響唔係咁大啦嚇。咁但係 anyway 咧，呢班咁嘅複選嘅評審睇完之後咧，就佢哋會內部咧都係一個實體嘅討論，然之後先至係決定呢個入圍嘅名單、提名名單。嗱，因為我正話講過，因為佢哋有一個權力咧，係可以係將電影公司嘅報名那個提名那個人選咧係可以移動嘅。咁我唔知道即係喺過去嘅例子裏邊嘅移動個幅度有幾大啦？係咪純粹係可能就係、是、啊女主角、女配角、男主角、男配角，或者係點樣樣咧？又或者你點決定啊新人嘅提名？有啲 case 咧，佢又可以即刻入埋。即係男女配角或者係男女主角，咁有啲新導演咧，佢又可能同時係提名新導演之外咧，又提名埋呢一個最佳導演，咁所以係有一啲即係你可以話係有呢個 flexibility， 但係另外咧亦都係因為佢係想控制嗰個提名名單係去到淨係五個頂曬籠，淨係五個。咁所以就出現好多我理解或者聽翻嚟嘅小道消息咧，就所謂嘅圍珠就係咁產生啦。而呢啲咁嘅複選嘅評審咧，坦白講，我喺以前都有講過電影節，即係以電影節為題嘅節目裏邊咧，我都講過，其實係以評審為主嘅頒獎禮咧係冇公平可言嘅，或者冇一個 absolute 嘅公平，因為佢都係以人為主，每一個評審佢代表嘅都係佢嘅個人嘅品味、個人嘅 judgement。咁而評審咧，坦白講，佢嗰個藝術嘅修養、佢嘅取向、佢嘅觀點。或者佢相信嘅電影嘅價值觀，佢嘅 criteria 冚唪唥係一定係有參差嘅，亦都未必係同佢嘅成就係可以成正比例嘅。而且嗰個所謂嘅成就咧，亦都係好 arbitrary 嘅。譬如有啲大導演喺我心目之中，佢個地位或者一個藝術嘅地位，或者作為一個電影導演或者 artist 嘅地位，可能係好低嘅。嗰、那個名氣咧，其實係你點去衡量咧？啊，好 well known， 點解佢獲得好多獎咧？點解佢真係 truly 係好受尊重咧？又或者佢真係有一啲嘅好開創性嘅咁嘅成就咧？所以呢樣冇得衡量嘅。更何況咧？即係喺金馬獎嚟講咧，仲有一個好特別嘅情況，就係佢去到決選咧，其實嗰個評審團咧係好驚人嘅嗰個數量，係每年咧係有17個人。
嗱，呢十七個人，你再嗱，我嘅理解咧，我嘅認知裏邊咧，我係冇睇到其他嘅，即係全世界嘅影展咧，係有咁大個評審團嘅。咁佢點解？我唔明白，即係佢慢慢發展嚟，點解擴展到一個咁大嘅評審團咧？但係我相信嗰個理念咧，就係因為佢頒發嘅獎項好多啊，幾乎係電影嘅每一個項目。台前幕後的每一個項目，佢都有一個獎，即係有廿幾個獎嘅。咁為咗所謂嘅公平或者係民主嘅起見咧，佢就要佢設定嘅獎項，即係嗰個類型啊，無論係台前幕後技術、創作，佢都希望有代表性嘅人物喺裏邊。咁又因為佢係一個華語片獎，咁所以去到咧就係、是、又要有香港人啦，又要有新加坡人啦、馬來西亞人啦、海外嘅華人啦、台灣本土啦，又或者係大陸啦，所以嗰個範圍咁大，所以就變咗可能越嚟就是越大，越嚟越大。咁但係咧又咁喎，嗰十七個人裏邊咧 ，principally。即基本上主力咧，其實都係以台灣嘅本土嘅電影工作者或者係其他嘅創作者係為主嘅。咁譬如好似咧，今年咧香港即入選即做呢一個決選評審團嘅被邀請嘅人咧，係得兩個嘅啫，就係麥希恩導演同埋李哲恩導演。咁李哲恩咧就係、曾經係以《迷航》一個長篇的紀錄片咧，係得過金馬獎嘅。咁但係我理解之中咧，李哲恩本身咧其實都係來自中國大陸嘅，但係就喺香港就已經攞咗香港嘅身份證㗎啦。咁即使係舊年咧，其實都係即係嗰個數量都係維持喺兩個人嗰度嘅。咁我記得我有一年參加我參加過嗰一年咧，其實嗰個比數係大好多嘅，記憶之中咧就嗰一年咧，包括我啦，係仲有譚家明導演啦，就女演員咧係有葉童嘅，咁另外咧影評人咧係有朗天嘅，即係最起碼咧我記得咧係有四個人，咁我唔明白即係佢嗰個比例係點樣，即係用咩做比例啦，咁但係 anyway， 即係所以你話。因為佢係個主場係台灣，台灣電影或者比起其他嘅電影，係咪真係咁多咧？嗱，譬如我睇到嘅資料咧，就係今年參賽嘅台灣電影咧，其實唔多嘅，總共係即係以劇情長片嚟講咧嚇，總共咧係八部嘅咋，但係佢就攞咗十三座金馬獎。咁香港電影咧，佢其實咧，所謂嘅提名啊，唔係參加提名咧，係八部就攞咗十三座。提名嘅香港電影咧係有四部，就攞咗四座。咁然之後，中國咧係有兩部提名，就都攞咗兩座。另外一部日本片用日本片嘅資格，但係其實佢係中國電影嚟嘅，就係得咗最佳電影嘅《石門》。但因為佢係日本資金，同埋個導演其中一個導演咧，都係日本人。咁就另外亦都有一部，其實你都可以話係中國電影嚟嘅。就係、是、黃冰用呢一個紀錄片長片，叫《青春》或者係括弧青，括弧春，就係攞咗呢個紀錄長片嘅即係獎項嘅。咁但係咧，佢報名咧係用法國、盧森堡同埋荷蘭係聯合出品嘅。嗱，所以喺種種嘅情況底下咧，就係、是、如果你話公平同唔公平咧，就真係即係變咗係一個即係好值爭議嘅一樣嘢。咁仲有另外一樣嘢咧，因為係一個咁龐大嘅決選嘅評審團啦，所以嗰個討論咧。是一個馬拉松式的討論，咁佢哋通常咧嗰個方法係點咧 ？Again， 去到決選嘅時候就同復選一樣啦。當然所有嘅評審就集中喺台灣啦。
咁但係因為佢嗰個提名名單咁長啊，咁即係所有嘅評審佢要睇嘅片咧，其實係我睇下先，八部加四部，再加兩部兩部，十六部、十七部，差唔多係即係甚至係十，最起碼我而家睇到咧就係十七部，好似成廿幾部嘅。但係 anyway， 咁佢哋會喺要集中嘅時候咧，係由七日至十日，可能就係要每日咧。我記憶當年我睇咧，每日都要起碼睇三部嘅，有陣時要睇到四部。咁睇完之後咧，就最後嗰一日咧，亦都係頒獎嗰一日咧，就由朝後早咧就開始係即係決選團咧就要去討論獎項啦。咁其實佢係有限時間嘅，因為嗰一晚咧可能六點幾咧，你頂曬籠咧，你都一定要出到嗰個名單嘅，因為可能七點鐘佢要六點半定七點鐘咧就要舉行頒獎禮㗎。咁所以係好緊迫嘅。咁所謂嗰個馬拉松咧，我睇翻資料咧，舊年嗰個決選團咧就最快啦，就五個鐘頭咧就搞掂嘅。但係通常咧都可能去到七個鐘頭、八個鐘頭。咁今年咧係八個半鐘頭先至係傾到成個即係嗰個得獎嘅名單出嚟。咁喺嗰個過程裏邊咧，佢就要求咩咧？就係要求所有嘅決選嘅評審咧。無論你之前即係嚟台灣之前，你有冇睇過嗰套戲都好，你都一定要再睇一次，而且咧係要喺戲院咧係同觀眾一齊睇。咁我覺得呢個都有佢嘅理由嘅，但係我又覺得係咪一定係一個必具嘅理由咧？我都覺得可以爭論嘅，因為第一，係咪一定要同觀眾咧？咁觀眾嘅多寡咧，即係如果你話啊，評審都希望 sense 下，即係呢個戲對觀眾嗰個效果係點樣，個劇場效果係點樣，作為呢一個佢評審嘅一個參考。但係所謂嘅參考，其實都可能係會影響到嘅。咁我哋去評審一個獎項嘅時候，有冇必要要考慮呢樣嘢咧？呢個係即係爭議嘅其中嘅一個情況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通常喺金馬獎同觀眾一齊睇戲咧，嗰啲導演咧好多都會出席嘅，甚至係出席呢一個影後談嘅，無論係由即係十零分鐘到三十分鐘。咁但係喺呢啲影後談嘅時候咧，所有嘅評審咧就都要離席嘅，即係換句話講。評審就可以 sense 到去感受下觀眾嘅反應，但係咧就唔可以聽下創作者嘅一啲嘅即係表白。但係對我嚟講，我都覺得我都想聽下嘅喎，有啲。咁呢樣嘢係咪聽咗之後，可能又會俾翻啲同情分咧？我覺得既然你可以 allow。某一個因素去俾評審作為參考，點解另外一啲因素你又唔可以撈咧？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一般嘅影展嚟講咧，佢都會俾一啲所謂嘅 literature， 即係所謂嘅宣材啊，所謂嘅press kit 啊之類咧，係一定會係俾評審做參考嘅。咁但係我記憶之中咧，喺我嗰屆嘅即係做評審嘅金馬獎裏邊咧。我是没有收到这些宣材的，当然也不是每一部都来得及有这些宣材，但是我的理解是在譬如好像海外的影展，特别是最 top 的几个，康城也好，这个威尼斯也好，或者柏林也好，这个 press kit 或者这些 literature 呢是必备的。当然必备的原因之一呢，就是它是来自五湖四海，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语言，統一的語言當然是英文。咁因為佢哋睇呢啲戲咧，佢哋都即係大部分嘅評審咧，佢都係以英語為主啦。有啲自己係唔識英文嘅，係需要即時嘅翻譯嘅。咁但係咧，佢哋嘅理解力咧，佢都可能要即係再進一步咧，係要依賴呢一啲所謂嘅 literature 嘅。咁呢一個 literature 做得好唔好咧，其實都有啲關鍵嘅喎。
因為佢會係提供咗裏邊咧，一定係咧係有主創人員嘅資料啦、嘅履歷啦、故事大綱啦，詳細又好，或者係好簡短又好，係由片方去決定。亦都有一啲嘅製作嘅背景，甚至咧可能咧，如果個戲好複雜嘅話咧，佢可能有戲中人物嘅關係表，或者係 family tree。咁亦都有一個導演嘅 statement 或者係導演嘅訪問喺裏邊嘅。有陣時重要嘅製片都可能有訪問喺裏邊嘅。咁如果話講呢啲啊，你寫得好好，或者係如果個戲好複雜，你再睇翻呢啲咁嘅 literature 咧，你係會有幫助嘅。甚至可能係真係啊，再諗真啊，原來係咁樣，原來係咁樣啊，我明啦。你明咗之後咧，可能你又對初看嘅時候嗰個印象係會有影響噶咯，有改變噶咯。嗱，所以呢啲冚唪都係即係，所以點解我就話，只要有評審呢個制度存在咧，係冇所謂嘅 absolute 嘅公平嘅。又更何況嗱，我覺得中國人咧，即係你話我偏見又好咩都好咧，中國人有好多嘅缺點嘅，真係特別喺所謂嘅民主嘅認知。特別係所謂嘅主觀同嘅客觀，同埋所謂嘅主觀咧，係包括埋人際同社交社會嘅嗰啲嘅關係。咁你作為一個華語電影圈，主要係以中港台為主。咁你諗中港台而家去到一個政治咁複雜嘅一個環境底下，又因為各自嘅工業咧，都基本上充滿了政治性，充滿了利益的衝突，利益的考慮。所以你說，即使你每一個評審，你要作出一個離身，對不起，又說這套戲呢，是跟我可能我有參與過的，原來在個劇本的創作過程呢，我是一個顧問的身份，但是我沒有 credit 的。金馬獎請你的時候呢，我也都不知道的。即係我甚至嗰陣時個呢一個提名名單可能都未出現嘅喎，咁但我去到先至發現，咁你要離身啦。甚至可能根本亦都無可避免嘅，導演與導演之間啊，創作人與創作人之間啊，一定有一個 personal relationship 噶啦，無論係朋友，甚至可能係前度都唔出奇嘅喎，可能係前妻、前夫都唔出奇嘅喎，又或者種種我哋難以辯解。嘅 open 嘅 relationship 或者 private 嘅 relationship， 咁亦都佢代表嘅身份，包括佢係咪有啲投資方，無論係之前或者之後，佢有機會成為某啲嘅投資方嘅，即係佢已經知道成為某啲投資方嘅 partner 咧，即係咁樣。所以太多太多啲因素，尤其是另外即係以前，如果你包括埋中國大陸嘅評審。大家都知道中國大陸即係嗰種人際嘅關係，嗰種複雜嘅政治嘅關係，又或者佢哋嗰個所謂嘅愛國主義，佢哋有必要即係我，譬如我嗰一年係好清楚嗰兩個嘅大陸嘅代表，佢甚至喺私底下佢都有同我講過，佢哋係真係有一個任務喺裏邊嘅。呢個任務好簡單。就是他們一定是要極力是為中國的電影是爭取最多的獎項。當然這個分寸是掌握在他們自己個人那裡，但是因為這所有的都有記錄的嘛，而這些記錄呢是其實在台灣是可以公開的，就算你不公開都有機會，怎麼都好，這個世界是沒有秘密的嘛。就算佢唔係公開流傳啊，即係或者秘密流傳啊，喂，我都有把口噶，我都可以話某某哇嗰陣時哇幾差啊佢，係咁死都要哇發爛渣喎，即係咁樣。嗱，譬如發爛渣呢樣嘢有冇可能？有可能嘅。我自己喺過往咧都知道一啲 case 咧，都係外國嘅影展啊，嗰個其中一個評審就係一個中國嘅女導演，咁其中一套參賽。嘅中國嘅電影咧，呢、這個女導演嘅身份係咩？就係個導演個老婆個家姐嚟嘅。甚至去到最後討論嘅時候，其實呢部電影咧
係冇獲一個好主要嘅獎項嘅。呢、這個女導演去到最後咧發咗毛啊，係喺個評審嘅過程裏邊，喺個開會，佢喊啊，就一定要為呢部電影咧爭取一個 major 嘅獎項。咁譬如好似呢啲咁嘅case， 咁點咧？即係所以我就覺得種種嘅關係咧，就令到啊，即係作為觀眾嘅我哋，又作為我哋香港嘅觀眾，當然我哋香港觀眾梗係好希望香港電影得獎啦。得咗獎就話啊，公平啊，公平啊，梗係啦，應該啦。冇得獎嘅時候，有冇搞錯啊？有乜呼聲咁高？有乜乜嗱？即係所以我覺得好多嘢咧，其實我哋觀眾都應該有我哋本身嘅一個比較抽離。同埋一個比較客觀嘅睇法啦，即係千祈即係避免過度嘅主觀，因為過度嘅主觀咧就變咗，如果出嚟嘅效果係同呢個主觀嘅意願咧係相違背嘅時候咧，你只有失望，甚至好容易咧喺今日成個呢一個社會媒體嘅文化嘅影響底下咧，就你會出現好多不必要嘅爭論出嚟啦。咁我亦都覺得另外一樣嘢咧，因為佢咁大嘅評審團，而佢個範圍咧又要去到咁，即係嗰個代表性咧去到咁廣泛，我都有一個質疑啦，就係話，因為佢每一個獎項其實個人都投票嘅，唔係就係話啊專業就歸於專業嘅投票，佢亦都冇可能即係每個專業咧，即係嗰個 representation 咧，可能真係一個兩個嘅啫。我讀一讀，譬如今年那個評審的名單和他們代表的所謂的專業的身份，評審的主席就是李安，當然就評審團就包括石偉明是一個很資深的distributor， 他一直即係退休之前他的工作的崗位都是台灣的華納公司，就亦都係喺佢嘅任職嘅期間咧，係佢第一個咧係即係用一個美國荷里活公司嘅身份咧，係去發行即係本地台灣片嘅。咁第二個咧就係莫子儀，咁就一個演員啦。前兩年咧佢係以呢一個《親愛的房客》呢部電影係獲得金馬獎嘅。或者要補充一些，即係呢一個咁嘅名單咧，就我諗係除了影評人之外咧，又或者係某些作家之外咧，其實大部分咧，如果你係參與個電影咧，佢基本上嘅條件咧，都係應該係要獲得個金馬獎啦，或者係起碼獲得金馬獎提名過嘅人員咧，先至可以係即係被邀請嘅。咁第三個咧就係陳哲藝。就是一個新加坡導演啦，咁佢爸媽不在家，當年咧就係以一個新導演嘅身份咧，係獲得咗呢一個最佳電影嘅。黃允玲就係一個歌手啦，一個創作嘅創作型嘅歌手啦，就亦都係有參與電影配樂嘅。劉慧妍咧，亦都係一個編劇同埋導演。咁宋文忠咧係一個攝影指導，岑偉忠咧就比較得意啦，佢其實咧係一個香港人嚟嘅，就係呢一個作詞人嚟嘅。咁毛俊峰咧就係一個新加坡人，係導演，亦都係編劇。徐漢強咧係一個台灣導演，一個新導演，咁佢嘅反校咧。亦都係即係獲得多項嘅提名同埋得獎嘅。馬志祥就係一個台灣嘅原居民嘅演員，亦都係導演啦。佢嘅代表作咧就係《卡奴》。馬欣咧就係一個影評人嚟噶。咁陳柏任咧就係一個美術指導。陳潔瑤咧就係導演，係一個原住民嘅導演。咁佢連續兩部片咧，就包括呢、這、一個只要獲獎大同埋蝦勇家咧，都係得過台北電影獎或者係呢一個金馬獎嘅最佳導演嘅。另外咧就謝文明咧就係、是、一個動畫嘅導演。李哲恩正話講過咧，就係、是、一個紀錄片導演啦。
就同埋麥希恩，就係我哋香港嘅女導演。嗱，咁你睇到即係嗰個範圍都好廣嘅，同埋有少少，如果你話係即係以今日嘅所謂嘅政治正確嘅比例嚟講咧，其實就唔係好正確嘅啫。15個人裏邊咧，17個人裏邊咧，得5個人咧係女性嚟嘅啫。咁但係 anyway， 即係呢個唔係我哋要討論嘅範圍啦。即係我想講嘅就係、是、我呢個唔係質疑啊，而係話即係如果我哋採取一個咁嘅制度裏邊咧，佢產生嘅問題就出現喺邊度咧？譬如如果你嗱，我唔係針對個人啊，即係一定要講。譬如舉例啊，裏邊有一個係作詞人，咁作詞人雖然佢作嘅詞咧係包括埋電影樂曲啦，但係我會問佢對電影嘅認識有幾多咧？又或者？即使是演員都是，因為演員的身份很特別的，其實即你可以說演員他沒有參與，他參與的演出當然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但是他到底他對導演的理解有多少呢？他對剪接的理解有多少呢？其實即使很多演員，我認識的演員，很資深的演員，其實他到今時今日他都不能夠很透徹地明白，原來在整個電影的剪接的過程，他的演技呢，當然他的演技會很好，但是很多時候很多的場面呢，他的演技是通過剪接呢，是會將他變得更突出，或者他所有的瑕疵在個表演的過程裡面呢，其實是通過剪接呢，是所有是去無全清的。咁唔係話表示佢咁就唔係一個好好嘅演員，但係換句話講，我哋去衡量一部電影，即係你需要好全面啦，或者去衡量到某一個好 specific、好特定嘅獎項嘅時候，你又需要一個好專業。譬如演員，我相信佢對聲音，譬如對最佳音響設計，即係呢個咁嘅項目，我相信好多演員咧，佢係就算好資深到，佢都唔 realize。或者不懂得去衡量、去辨別，即係呢一個聲響嘅設計、混音係對一部電影嘅影響有幾重？譬如我舉一個例子啦，我最近再睇一次《富都青年》，其實後半套戲咧，起碼後邊嘅四分一未去到三分一，一大段嘅情節咧，其實佢倚仗配樂同埋聲響設計，當然就包括埋成個混音啦，就係音響、音樂同埋呢個演員嘅對白，係好依賴即係呢幾個因素咧，係令到佢嘅成績咁突出嘅。咁我相信啊，或者我推斷啦，大膽咁推斷，即使係吳康仁。他再看的時候，他會不會 realize 啊？原來當然他的表現是很好，相當好，是無可置疑的。但是放回整套戲，甚至是拉美那個戲那個感人的程度，他是不是很清晰了解到啊？原來音響或者音樂是佔這麼大，或者他會不會承認這件事是佔這麼大的比例呢？而當然這些東西其實是更加 enhance 了他的表演，令到他的表演更加突出，更加感人，令到整套電影更加突出，更加感人。所以譬如過往有些例子，甚至真的他純粹一個 purely 一個作家，一個 novelist， 這些在外國都有的。一個 novelist 到底認識電影有多少呢？又是一個問題。所以我覺得即係，所以就造成咩嘢咧？就造成令到成個評審嘅過程，點解要一個咁 painful 嘅過程啊？要一個即係去到成8.5小時，就因為嗰個意見特別多，甚至咧你去企圖去說服其他，即係由一個評審或者某一兩個評審，你去說服其他評審去拉票，嗰個過程咧就更加複雜了，更加令到人疲倦。所以所以我就覺得這個是金馬獎一直我都覺得是
我參加完嗰次之後咧，我係係我有啲疑問嘅。咁喺個規則上高咧，佢亦都係有啲問題嘅。譬如舉一個例，佢一定要評審咧係去喺台灣嗰度實地，每一部戲要重睇一次。嗱，咁嗰一年咧，我係一個好，你都可以話我係一個好厭尖嘅人，好討厭嘅人嘅。咁嗰一年咧，我係其實係去到睇到成個名單咧，有一部電影咧就係《維多利亞一號》。咁嗰個電影咧，其實係我喺去之前嗰兩個星期內其實已經睇過。咁我對嗰個電影係有一個好強烈嘅意見嘅，當然係一個反面嘅意見啦。咁甚至咧係好，我都唔怕講係一個好討厭呢部電影嘅。甚至我睇完呢一邊咧，我當然我未知嗰陣時候我要去台灣啦，我係發過誓嘅，即係當然係即係唔係咁嚴重嘅一個發誓啦，即係欺言嘅發誓，就係話我唔一定會再睇呢套戲噶啦，因為呢套戲令到我好倒胃。咁我去到之後，我當然就提出，喂，我啱睇過噶咯，我印象係好深刻嘅，坦白講，我亦都好堅決咁去拒絕睇呢部電影。咁但係當然佢話你唔得噶喎，你一定要遵守。啊，好彩我就揾到一個支持我的意見的人，這個人就是葉童小姐。那葉童，我看過，我都不看啊。結果在我們兩個人的 insistence 底下，我們兩個真的沒有再看過一次的。那當然 你可以說，喂，即是就算那我已經去到了，難道他趕我走啊？難道他踢我出局啊？又不可能。那變成即這個都是一個妥協了。那另外一個他們一個的硬性的規定呢，就是當日嗰個決選評審團嘅嗰個會議裏邊咧，就所有人咧都要交曬你嘅手機出嚟。咁對我嚟講咧，我係好強烈反對呢樣嘢嘅，因為我覺得特別去到即係當然我唔相信佢喺保管我嘅手機嘅過程裏邊會出乜嘢嘢嘅紙漏。但是我覺得手機到了今時今日呢，是一個私隱來的，是一個貼身的東西來的，是沒有任何一個人是有權是要剝奪你的手機的。那當然也有些情況，譬如你去看一些荷里活的大片的首映，其實已經少了很多了。以前有一段時期呢，就是你一定要交個手機出來，他們代為保管，其實那樣東西是恐防你這個盜錄，那我又覺得 OK 喎，因為的而且確那段時間盜錄這件事是很普遍的，還有是真的會傷害到一部電影那個的商業的收益的。但是你說純粹是喂我評審了，為什麼你要收我的手機啊？他的理由是什麼呢？就是以前特別是在金馬獎未是去到現在所謂那麼 quote and quote 那麼完善底下呢，咁完善化底下咧，試過有啲評審，而且唔止一次咧，就喺個中間咧，佢係用手機咧係泄露咗，甚至嗰個評選嘅過程啊，決定咗個獎咧，佢係泄露出去，又即刻打俾啲記者或者傳媒，咁就變咗令到成樣嘢咧就影響好大啦。但係我嘅立場咧就係 OK， 以前係你有呢個漏洞，但係這個漏洞的產生是在於個別的評審，在這個別 unethical 的評審，你可以事後你知道的話，其實你應該公開的，你應該公開指責他的，當然你要有證據啦，但是你不能夠因為有一個人犯規就要所有人呢都要遵守一樣東西，而那樣東西呢跟這個犯規呢是沒有直接，或者是以後是沒有一個去到一個那麼直接 的後果來的。而且我請得你做評審，你一定要尊重我本人，我本人的一些的私隱，以及我本人的 professionalism。 你可以要我簽字的，可以的，如果有違反的你可以控告我的，
可以公開曬俾傳媒，公開曬俾全世界嘅。嗱，呢一個已經係一個好大好大嘅一個嘅規範嚟㗎啦。咁所以 again， 我又抗議啦。咁當然到最後，我都係抗議成功嘅。咁但係當然即係呢個即係佢哋以後咧都我理解咧到而家呢個咁嘅規例咧都係即係繼續進行嘅。咁所以即係總括而言咧，我想講今日想其實我唔係想講啊邊個獎項公平，邊個獎項唔公平，我哋香港電影應該攞幾多嘅獎，呢其實係冚唪唥係冇意思嘅。但係我只不過係想再一次重申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去理解，譬如淨係電影節咁簡單，電影獎項咁簡單，我哋需要好多嘅資料啦，需要知道佢成個嘅一個過程裏邊啦，同埋亦都可以即係試下，即係譬如好似我而家咁樣試下從一個評論嘅角度去分析到底嗰個優劣喺邊度，或者嗰個產生嘅過程。所以你理解呢樣嘢咧，你就會明白到哦出嚟嘅嗰個結果原來可能有呢啲因素存在嘅。最後一樣嘢好簡短咁講。一般的評審的過程都是由一些 minor 的所謂即係比較小的獎項一路 discuss 一路 discuss 咁樣樣，即係逐個逐個獎項咁去到最後咧就係、是、啊男女主角呢一、這個導演，然之後先去到最佳電影嘅。咁呢個係常態嚟嘅。咁但係咧好有趣啊！李安當年即係《巴媽不在家》嗰一年嘅。由佢都係做評審主席嘅開始咧，李安就 introduce 咗一個，我覺得佢係一個第一個人喺評審，即係全世界嘅電影節裏邊嘅評審嘅過程裏面，好可能佢係第一個 introduce 一個咁嘅形式或者咁嘅程序，就是、一選咧就選咗最佳電影先出嚟先，然之後先至選下低嗰啲獎項，就係、是、由大先去到細。咁今年咧，我睇翻資料咧，應該都係咁樣嘅。咁我記得我即係我嘅當年嘅反應就哇好勁啊，好聰明啊！因為當年咧，我理解咧就係嗰個爭議性或者嗰個觸目性咧，就係因為《巴媽不在家》咧就係一個新人嘅第一部電影，同佢競爭嘅咧所有人咧都係最資深，甚至係影展嘅常客、得獎嘅常客，包括王家衞、包括蔡明亮，你點分呢？而且咧，即使話你冇話分啦嚇，即係呢樣嘢出嚟咧，其實係有影響嘅。我覺得，即係如果你由細一路去到大咧，譬如即係呢啲大導演咁重點嘅製作啊，或者咁多人矚目嘅製作咧，佢喺個過程裏邊都應該會陸續同埋佢提名嘅項目好多啊，咁一定會攞好多獎嘅。咁但係去到最大嘅大獎，你唔能夠話哇，因為咁樣即係有兩個可能性咧。第一就話、是、哇，因為佢攞咗咁多嘅項目嘅獎啦，咁仲唔係佢？尤其是你攞咗導演獎咯，你攞埋導演獎都攞唔到電影獎，即係咁樣一爆冷出嚟咧，就會好肉酸啊！肉酸其實真係當然，即係評審團可以講話之你啦。但係其實呢係啦，爭議啊、名氣啊、面子啊、關係啊，呢嘢一定都係有影響喺裏邊嘅。咁所以就係避免一啲咁肉酸或者咁尷尬啦。我哋講得好聽啲啦，咁尷尬嘅情況嘅發生咧，我覺得李安嗰個考慮係好 diplomatic 啦，同埋好聰明啦。就係一咧決定咗個大獎係邊個，咁你就好辦事啦。其實你決定咗呢個大獎最佳電影之後咧，每一個人心目之中咧都識得點樣去投票。你可以話：喂，評審你唔係計分噶嘛？但係呢樣嘢點會唔影響一個評審啊？都咁想，哇！佢攞咁多獎咯，係咪再要俾佢咧？除非原來佢突出到真係學立雞群到一個地步，係完全唔需要爭議啦。即係呢個就係一個神電影嚟嘅，即係咁樣樣，但係絕對唔會係啦。咁所以即係，尤其是嗰一年，因為有《巴媽不在家》，而《巴媽不在家》嘅呼聲真係好高。佢喺參加金馬獎之前咧，亦都
在各大的影展攞了各大的 major 的獎項。咁所以嗰一年咧，一評咗《Bumblebee》再加之後咧，就好辦事啦。嗰啲最受矚目嘅大導演得獎常客嘅代表作，我唔係話佢哋嗰年嘅電影就差啲啊。咁咧就以下，即係喺大家嘅嗰個心裏邊嗰個好 secretive 嘅嗰個分配底下咧，就好辦事啦。咁呢個係我覺得即係李安。作為一個好 diplomatic 嘅一個性格嘅一個嘅特色啦，咁我亦都覺得睇到喺今年嘅獎項咧，我嘅主觀嘅日測咧係有呢個存在嘅。咁甚至包括埋去年許鞍華做即係評審主席啦，我都覺得，因為你問我主觀，我當然有好多意見啦。但係即係呢樣嘢有冇存在咧？當然 openly 是沒有的，但是其實你都可以用一些這樣的投票的形式或者是先後的次序呢，是在每個評審或者整個評審的過程裡面呢，是產生了某些的影響力。甚至最後有一樣東西就是他的執行長文天祥先生呢，他都以大會的身份是列席的。咁通常列席咧就唔應該講嘢嘅，咁但係起碼咧，即喺我做評審嗰一年咧，佢都經常有好多資料嘅補充，咁我覺得係可以容許嘅。但係呢啲資料嘅補充去到邊個階段咧？又或者佢點樣去 phrase 呢啲資料咧？甚至我記得咧，佢亦都係其實喺提供呢啲資料嘅時候咧，其實有提供到呢部某部嘅電影。在金馬獎之前或者期間已經上映緊，在台灣的 reception 或者嘅 box office 或者嘅某啲嘅背景嘅資料裏面，佢有提供嘅。咁我係覺得 inappropriate 嘅，喺某個程度。但我唔係覺得佢係有意想去左右嘅結果。但係即使嗱呢、這個即係純粹係一個主觀嘅假設性嚟㗎，我唔係一個 accusation，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我覺得這個也不是 post grader 的專有的說法，因為但我第一次的接觸這一句就是 This is humanity， 即我覺得 很過癮的。我看一 post grader 第一次寫這句字眼的時候，就是說我又是競選這個最佳編劇、啊、得了出來我當然不信的啦，他說我不信是 This is humanity， 所以一直拒絕看這套戲的，但出之後看了、啊、我就服了，就是這樣。咁所以 this is humanity， 其實呢獎項就係所有嘅嘢都係 humanity， 咁就係其實係 up to 每一個評審自己對呢個 humanity 同埋對客觀性嘅嗰條尺擺喺邊度，咁所以就產生一啲出嚟嘅我哋覺得哇乜咁㗎啊咁都得獎啊，又或者哇好平均喎、啊。又或者咁樣啊？點會得到呢個獎？啊，攞咗最佳導演又竟然又最佳電影又冇份咧？即係諸如此類。咁去到最後一樣，冇乜所謂啦，冇乜所謂啦。即使對得獎者嚟講，當然我哋好開心。譬如好似吳康仁今年得獎，我好開心噶，因為好中意佢嘅演出啊嘛。咁但係其實半年之後就過去噶啦。其實最主要嘅就係得獎者往後嘅努力。往後的成績，同埋就係佢對電影去到最後，即係佢最後一部電影之後的總體的成績係點樣樣？